哇，痕汁啊！入嚟，大帥哥，早晨。哇，我冇话俾你听，我唔食生青瓜嘅咩？呢啲青瓜唔系俾你我嚟食噶，我嚟敷噶。敷嘅？用呢啲咁白咁滑嘅皮肤就全靠佢咯。哇，敷匀全身要几多碌啊？耶！大帥哥，早晨。青瓜呢啲土髮邊得㗎？係都係用我呢啲內裏嘢啦。 大帥哥，你用完之後咧，皮膚就會好似我一樣，好似剝咗殼嘅雞蛋一樣咁滑啦。但係帥哥啊，呢啲洋鬼子嘢咧，未必啱我哋中國人用噶。青瓜我就唔知啱唔啱啦，不過咧就肯定好平。點啊？幾錢一斤啊？青瓜貴定係冬瓜、絲瓜、節瓜、西瓜、傻瓜貴啊？我就唔同啦，我呢啲咧係街市買唔到嘅，法蘭西入口高級名貴乳霜。大帥哥，你用我呢啱啦。貴有貴好用，平有平好用，最好一齊用。 点啊？满意啦？哇！你做咩啊？啊，演员，就系呢部嘢啦。系啊，你未见过照相机啊？ 呢个就系噶啦，今日帮你哋拍宣传海报嘅招兵，一定要拍得好好睇睇。好好睇睇系嘛？你做咩啊？我听啲傻瓜讲咧，呢部嘢会吸引啲魂魄噶。你听边个讲噶？梗系好过傻瓜啦。如果系真嘅话，咁你就要打仗就唔使动刀动枪啦，直接拎部照相机去对住啲敌人，咔嚓，嘣，咔嚓，嘣，咔嚓，嘣，今日杀到佢哋片甲不留，子弹都悭翻。 <笑>啊，咁又系，咁又系。老实同你讲啦，我都系第一次拍照啫，所以有啲紧张。啊，如果呢部嘢真系吸引啲魂魄嘅，记住吸尽啲，唔好搞到我三魂唔见七魄，到时成为孤魂野鬼，第一个揾你噶。好啊，我尽量。各位，我谂唔明啊，我照镜照嚟照去。 点解我副咁嘅死人样，都系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冇死角咁靓仔嘅呢？到底呢个世界上十八岁以上、六十八岁以下嘅女人有冇系唔想占有我噶？完全冇啊！耶！绝对有啊！我系第一个啊！如果你继续讲嘢嘅话，我真系好想一嘢将个炮仗塞入你个口度。今日你嘅责任系影相，唔系讲嘢。我已经准备好啦，三二一。